邊個？包你講嘅。 对，换了，对，就用那种刀。我当时想创作这个作品呢，就是为了向一线的白衣天使致敬，所以说我想到了医护人员，然后将他们，因为我们一直中文里边就是白衣天使嘛，他们在拯救人类，然后拯救我们大家病人，包括一些因为当时武汉确实很严重。 然后医护人员可能就是穿着防护服，非常辛苦，每天这样跑来跑去，然后有一些医生因为这个疫情，就是殉职，然后就那个牺牲了嘛，所以说感觉是应该有一些作品关于光绘的，向他们致敬，所以说我们做了这幅作品。一开始我们的想法就是我先用绿色的灯光找最接近向病毒效果，然后我就用这种绿色的灯自制的灯。 这种线，然后呢，把它画成一个立体的光球，就可以模仿出新冠病毒的感觉。然后我想第一张是让它这种蔓延的感觉，所以说拍了第一张。